107年国中教育会考第27题的解题，阿敏闷闷不乐地说，我父亲上个礼拜过世了，他留下一大笔的债务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阿乐跟他说，别担心，根据现在民法规定，所以你不用烦恼了。根据上述的对话判断，下列何者最可能是阿乐所指的法律的规定？那这一个部分他在谈什么东西？他在谈爸爸过世之后留下的一大笔债务，在民法里面所谓的债务的继承的部分，他明显有谈到，就是说如果今天孩子不去做宣告的话，在民法上面他会用所谓的限定继承的方式来去做处理，所以答案是 B， 答案是 B。